新北市政府重视技职教育，自细汉开始，由教育局甲教育局共同举办的技职教育扎根计划营建业门下平台，进行在芦洲区的仁爱国小来签合作备忘录。技职教育是职场技能，透过学校教育进行实务传承。新北市为改造新街了后，努力投入技职学校所需要的软硬体设施，进行搁签合作备忘录。现在找的都找不到了。我说为什么找不到人？他说高中的这一个高中的不会做，大学的有一半是不会做，但有一半会做的不愿意做。那这一个就会造成我们现在这一次，我想最近的这一个说我们去参加全世界的这一个记忆竞赛的时候，我们已经输给大陆。那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工会局希望能在新北。尤其在我们所有的高工里面，能够结合我们所有的产业，让我们的产官学能够合作。即摆教育局甲教育局合作，就由扎根计划平台提供更加侪资源，而且甲企业团体进行全方面合作，让技职学生会使充分学习。我想这个计划呢，是公务局跟我们的教育局这边的一个联席的一个，可以让我们的技职教育可以再往下哦。再往深一步往下走，那当然呢，让我们的学生可以一个营建新编的角色，可以实际到工地呢去做一个实习跟传承，我觉得那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这一次的业界先进们，你们的抛砖引玉，能够把这一项很具体的务实的行动，能够把它辐射出去，让更多的业界能够提供我们学校啊，包括我们这方高工、红国德英科技大学。这些土木建筑的同学能够在学校能够更多的一个产学合作计划，更多让同学能够参与校外实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当我们毕业以后就能够就业的这个机会，来打造我们产学一条龙的一个新契机。强用场所特别选择工地，让学生会使进行实务的训练，而且工区内有各师各行组合见面。非常适合作为学生亲自了解师范教学。记者彭景凯、林金如、罗州采访报道。